我很感恩李老师跟我讲了我的病患啊，我9年哦，我跟儿子不和，我儿子一直不要跟我讲，我一直骂我，看到他就骂，又不要来看我，又不理我，不听话又不听。刚刚上个礼拜我很感恩，很开心很开心，好过我中马票，他会来我的家，因为我叫我媳妇来拿东西，他没有来，他说没有空，叫他老公来。本来以前哦，他不来的，他一直骂他老婆说你不要去，妈妈的家不要去，不给我去，不给我。拿东西给他什么都不要。现在哦，他那天来我的家，还跟我讲话，很开心，我很感恩哈、哦。这个是我比我中华票还开心。还有哦，我今年哦，我的生意真的很好，有很多贵人，感恩。我希望每一个同学们啊，朋友们也是，来李老师这边改一个好运，祝福每一个身体健康，给、okay, 好运来了。OK，Thank you。